前就多次在节目中提到自己非常讨厌双马尾的造型。今日的演唱会中，恩采依旧被安排梳了双马尾，在直播上被粉丝提起后，更是瞬间感到害羞。在之后，姐姐们也说到恩采爸爸非常想要看到恩采的双马尾发型，姐姐们更是提议直接绑着双马尾回家，瞬间遭到恩采的婉拒呢。아그래서아빠한테오세가지고물었는데그래도아빠가아빠가